哦，声音哦！哇，法拉利耶！等等，还有保时捷，这么多的名贵跑车，居然都是西京集团用骗来的钱买的，而集团主席就是他。这台你买了多少钱？检调查出吴伯伟化名柯伯文，自称是外汇经纪商，和集团成员经营战争游戏网、外汇青年军等网站，以直销概念和网军模式包装，利用年轻人沉迷网络游戏的弱点，宣称投资后每月可获利10%到20%的报酬，结果却把投资人的钱拿去买跑车，还买私人飞机，PO网炫富。检调日前发动搜索，发现吴伯伟除了跑车、飞机，还有美女相伴。查出他共吸金6.5亿，今天因违反期货交易法等罪，将他和集团成员起诉。